頭先試過之後啦，咁就發現呢個頸部冷卻器咧就比較 work 啲，因為始終咧佢有呢個金屬片啦，金屬嘅觸感都比較凍，再加上佢有個製冷嘅功能啦，咁所以就會好快將體温咧就會降低。咁而呢個嘅迷你冷氣咧，就會個風速比較柔和啲，同呢個嘅座台風扇比咧，咁就可能會座台風扇風速比較強勁啦，咁所以就要睇翻你個人需要而去選擇啦。